大家好，早上好。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下棋直播，对的。因为正好早上下来晒太阳，然后咱们正好就下盘棋吧。但是呢，我一会儿去下棋就看不到屏幕了，所以大家可以记录一下我们的胜负，好吧？每局下完之后，我过来在这公告上写一下这个胜负的问题。然后呢，先下几局？先下几局？先下个5局吧，好吧？输的人有什么惩罚？没有惩罚，怎么还没有惩罚？没有惩罚多无趣啊！输的人怎么办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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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的人，输的人就帮对方做一顿饭吧。做一顿饭？那我好像昨天晚上刚输过一样。行，输的人做一顿饭吧。OK， 好的，来了。是五子棋、哦哎，我好紧张啊，怎么办？都石黑先走了，紧张死了。输了就丢人哎。清理一下棋盘，我先记录一下。这么快？第一把我赢了。这么快吗？那没办法，就是说。果然啊，下棋还是下不过你。我赢一把就用一代替，好吧？啊，我赢一把就用5代替好了。然后你赢一把就用0代替。OK， 来吧。你先吧，你先吧。不，我还是。你赢了，你先。
啊？啊，这两位阿姨帮你做个早饭。老年活动中心。
看，粽子，好香啊！你们吃到吧？哈哈哈！这个不是甜的啦，这个你上面撒点盐，不就是咸的啦？这边镜头照顾一下。哎，对，好香啊！哇！哇哇哇！这个是肉粽。哇哇！哎，等一下，来聚焦。对呀，一柳来。哇哇！一柳和小鱼来了。这个红红的红豆包裹着白白的糯米，太香了，一口咬下去简直，我就替你们吃了吧。这不会吧，这五子棋，但是
接着棋子。那个在棋盘上的我也不知道吗？地上。五子棋就是横着竖着连着，连成五个就好了。斜着也可以。斜着，它的斜着是这个意思吗？让我搀你下来。你问在这个点，在这个点。然后不能在这里是吧？对，在这个十字上，只能在这十字上。看你下。我先下，你先下，配合吧。谁先谁先下。好了，现在是小鱼和。我下来干什么？先解除。Ladies and gentlemen， 你是干嘛的？嗯，确定个吧。现在这边是王一柳，这边是小鱼，这边是王一柳，这边是小鱼。哎呦。小鱼是黑棋，王一柳是白棋。开始就输了呗。这不是又不是打手，你做什么假动作？我告诉你啊，我教你，快下，快下下一个轮，我要教你了。你为什么教我？教你一些秘诀。没错，是五子棋。要有气势，把你的对手。小鱼，我教你，你拿食指和中指这样子拿起，这样，对对，然后，你在这。但是我指甲太长了。服务员，女人做什么美甲？做美甲耽误你耍帅，你知道吗？骂什么？要洗。女孩子做美甲对呀。你这里没有放是吧？对呀。还好吗？好直觉。我看。好直觉，好直觉。思考时间越长。你放这儿。死的越多。你看他们多和平啊，我们俩跟打架似的，每天下棋。原来你觉得刚刚跟我现在打架？我们俩刚下的气势汹汹的，你看他俩多。我没觉得那样气势汹汹的。你是不是感觉自己要赢了？没有啊，小鱼啊，看仔细点啊！我看仔细了呀，对我也怕我自己那个看不仔细嘛。你黑色的是小鱼，你看清楚没？看清楚了呀！你看仔细点，于佳伟。他下到哪儿了？我咋没看仔细？快！你真的看清楚了吗？看他的棋，不要看你的棋。借你一双慧眼吧。看他的棋，不要看你的棋。这是五子棋，这是瑜伽的，对，非常好，非常好。哇哦，小鱼，关键的时刻又到了啊！看清楚，看清楚。你为什么要猜我怎么下？你管我怎么下？小鱼啊，我下我的。你叫什么叫生死存亡之际啊？这个。哇哦，小五下棋跟他采访风格一样一样的，哇哦，把我采访风格拿捏得这么准确，小鱼。我看到了呀，他下这儿，他不就赢了吗？对啊，人生有解这条路，好，非常不错，于佳伟选手，精准的堵上了最该堵的那个洞，好。这样，我就堵你，然后你就找位子，我看怎么堵你。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清华休息三年围棋专业的你、啊、王一柳同学能不能啊，不是围棋专业，啊、对不起、啊，没事。总之就是清华。课堂上开小差开了三年五子棋专业的网友同学能不能够？你看他手法多专业，于佳伟学学。哇哦，你看看这个手法。你看那手法。啊！这是什么套路？我竟然有点看不懂了。让我们看看白棋会怎么进行拓展下一步。哇哦，太明显了，这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以我上面的球，什么？你在走？我第一次听说有人玩五子棋，想自己移动自己下过的棋子。人都希望自己的棋越来越多，有人希望自己的棋越来越少。同一枚棋子重复利用，咱们也不用这么节俭。就是说，棋还有很多啊，嗯。我准备想给你拿个麦，就是说，你可别拆。你好，老板。早上好呀，对面的主持人林主持，谢谢大家刚送礼物。你压谁赢啊？我压一柳，因为他刚压了五个。嗯，我压小鱼。拆球了，拆桌了。我压小鱼，我觉得小鱼呢，非常的聪慧，而且不像一柳选手玩心这么大。我相信小鱼呢，一定是桌球隔壁桌，让 SH48 五子棋界后继有人。你
下好吗？哎，我这算到后面没有，我下去。等他下呢。好，非常好，小鱼。嗯，小鱼不会输的。嗯，谁说我说？小鱼不会输的。嗯，你下了吗？嗯，你下哪儿了？这儿。小鱼，看仔细，不要场外。没有场外。我觉得这个解说带一点私人的情感。你刚也说了你支持一流，那就不带私人情感了吗？至少我对于你还是因为上一把他支持了你，所以你才哎，你干嘛？林主持不要动手，不要动手，林主持不要捏我。哎，我没赢啊。对呀、啊，你没赢啊。那是五个连一块儿的。对呀、啊，我这不是五个连一块了。眼睛睁得像铜铃。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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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给小鱼点一首《黑猫警长》。眼睛睁得像铜铃。我求求你，九都连一块了。我只是问一个问题而已，因为你知道我很喜欢放这儿，我放这儿我也不就连起来了。你没连，那你就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再移啊。女主持，你能不能不要教授你的主持，教授你的选手一些不好的技巧？瞪大你的鱼眼睛，小鱼，鱼眼是不会，鱼可以小，眼睛不能小啊！哎，好，小鱼的眼睛就是池。好烦啊，这个！我很喜欢这种样子的人。你很喜欢什么？人家一定你不行啊！他不用来陪我，我们配合星座。哎，我获得了林佳怡的一个粉，五八还你没有吧？五八还你没有吧？林佳怡，你们好像开始把林佳怡扼杀在摇篮里了。你在哪儿啊？林主持，反正我你是否有点过于场外了？这个是你能不能管好你的嘴？这是吧？好的，好像是吧？你为什么不把棋摆摆好？你能不能把它规规矩矩的放在这个石子上面？我放的可好了。你拉倒吧你！你看我放的多开，多明，多清晰。刚才一直要下好。你放哪儿了？你刚刚？真的。这儿。他们吵架就要吵架。你站这儿，我刚没看到你站这儿。两位选手注意时间，现在该谁了？六十秒倒计时。准备，小鱼，眼睛鱼可以小，眼睛不能小啊！注意，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走正道。啊！干嘛了？小鱼啊！妈妈，妈妈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她还没有看出来。林佳怡，庆祝我吧！看，主要是刚刚那个胜利之后。林佳怡，你不会现在都没发现我要赢了吧？小鱼啊，你仔细观察，在棋盘上是不是有一条逐渐明朗的走势？体面，林佳怡，现在不对，我跟你说，网友刚刚那个棋我没看到他下。他肯定耍诈了是吧？对，他出老千，我耍诈。你是不是说对方选手出老千？你刚刚就是小鱼是不是这意思？上一把那个棋你下哪儿了？你告诉我你下哪儿了？哎，我没下，所以我还能再下一个，是不是？那当然不行了，那你得收回去一个这个了，你懂我意思吗？你现在就得把它收回去。我跟你说，这得现在在直播，我们还在直播。你这有选手，请注意你的文明用语。下这儿，我们不想听到一些跟人体。人体有关的词语出现在我们这个赛场上。你刚刚就是我，因为我刚刚没有看到那个棋。一流选手说放弃，懂吗？跟人体无关。一流选手说放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林佳怡会亲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施压我的事情，然后让你没有好好。一流选手话太多了，别吵。亲情交换，你们别再吵了，不要再为我吵了。我的脸了好不好，大哥？我的也亮了，我脸了。我给你脸，你看我来。我跟你说，于佳伟，姐姐今天就教你，我跟你说，对待这种人，这什么东西？蛇形，十字鸡。王一柳，不要欺负我们小鱼，年纪小。刚刚前面明明就是在我们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谁下棋的时候会他肯定这么混乱？肯定跟人家一想不好，人家一边清抢了一边他就插手，就是那种三心二意的人。石黑，请先，你来。谁的头发？拿走，抢位了。我就不上。那我就不下。哎，你要不下这个？你下这？你看他下啥？你下这吗？我就姐姐，你
给我剪。女人好吵，好吧。不好，这局我跟你说，哟，刚刚那一局其实是他们欺负我们，他们自己的那种那什么，对吧？很明显，非得场外，你非得搞点小动作出来，什么小动作？我们搞什么？你为什么要亲他一口？真的亲他一口，他不就乱了吗？然后他就把那个旗趁机换一下呢，我们都没有看到，对不对？那你亲一口，你亲他一口，你让他也趁机换一下。侄女。不知道谁搁那亲亲亲，奇怪呀你们！我们这是外国的那个亲吻早安，你们不懂，也不是很相懂。我们每天的二十六都会亲，不是？什么玩意儿？
没下，你看这些这两个人就是那种属于那种剑走偏锋的类型啊，不知道跟小脑袋给我们黑棋憋死了。所以说白棋啊，给力一点啊，我的好很相信你的，干得漂亮。你看他跟林佳怡下棋的时候手速明显就是放快了，什么意思啊？你这样讲是说林佳怡下的太，听说林佳怡的跟着我，就是说我下的太表面，他的想都不，我知道我下的太表面，他连想都不用想，就觉得我哎呀随便下下啊，反正就是一个，这就很明显的能看得出来了。棋王，你看这两个人，你剑走偏锋，从边上开始，五波还不要整理掉了，来吧，笑听春姐夸赞。林佳怡，这怎么这边那个黑棋是林佳怡，白棋是五波寒啊？对，小鱼，我要输了。我现在开始向你进行一些脱箍，你告诉我你哪里输了？我还没发现我哪里会输，但是我要先进行一些预防针，就是说，我给你找他问题，你帮我找什么？我真的很感动，真的。每一次你说你要帮我找问题，我下得感动。你下了个六哎。走气氛那一挂的啊，你们飞行棋，我好像有大富翁，但是没有飞行棋。对，
大富翁也是。是总选那个大富翁吗？好像是。嗯。哎，那咱们编一个规则。什么规则？还有规则，就是飞行棋。我玩这个。玩跳棋吧，你们玩跳棋。不不不跳棋。我爸说什么就是什么呀，我不听。他是我队友，你我也说了，我教你怎么下一面棋，拿出你的那个，你弹他，对，为什么？找吧，完了。哦哦，我知道了，我们先各自放，放。哎呀，烦死了，不行，要有耐心。好的，吴老师。再叫这个名字，算了，我又不能把你怎么样，主人。不行，救命啊！主人，请尽情发挥。快快看，什么东西？大早上的，好奇怪啊！你们说的好像晚上就可以出去了。尽情发挥，因为早上我们在玩。来吧，尾巴不止用来。来吧，来吧，来吧。什么？来吧，都学会了些什么奇怪的东西啊？看看我们俩都五子棋，我们俩都玩完了，就是。懂吗？你们。不会吧，哦、我们俩正儿八经的在。哎，那我们把这个移过来。也行，你过来，移过去，下面俩。看，虽然我们这个棋盘有一些，相比他们来说是有点破破烂烂的。对。好难下、啊。不行，要有耐心。说明我们非常的。谢谢你，主人。我要增加一点。学习非常的积极。对。就是想把它再更加。别这么叫，人家会觉得我们很烦。来吧。来吧，好吧。先谁感觉行？行，看能站住。吴老师说了，那咱就先不怕。你能不能下在尺子上面？我再说一遍，王友同学，如果你再不下在尺子上面，我就罚你一个棋了。快点！哎呀，我是在玩扮家家酒吗？我感觉在画地图。那他每次都是这样，每次都是哪样？我那下的能不能下的稍微白？我下的多漂亮啊！对称的，下的很白。中心不是，就是对称的。你向那边下乱七八糟，咱这边多有纪律，多有美感。隔着另外一个人这样跳，然后就这样跳。但是我们俩离得也太远了吧？跳
到对方的那块，把谁先把棋全部像这样子归到另一边的那一块，归到这儿吗？不，归到那儿，归到对方的阵营，两边绕在中间交锋，你要借对方的棋走过来。那你先走走，我看。我先走，我先走第一步，快。我们只能就是你也可以移动，但移只能这样移一步，而且只能横着或者竖着移，在有限的情况下移。对，有限的。比如说你这样只能在有限的世界就这一步。OK。然后，荡荡两步。为什么可以走两步啊？就是只要有路就可以一直走，只要有 A 跳 B，B 跳 C， 只要没有棋子隔着就可以跳下去。比如说你可以，拜拜对，哎，可以。拜拜拜拜。去哪里？去哪里啊？睡觉，睡觉。啊？午睡。饭还没吃呢就午睡了，对，怎么回事？困死了，困，都麻了，你困吗？No no， 可能只有我们困。你也跳完了对吧？我跳完了，然后该我，一二，要先把后面的弄出来，不然最后就难走了。等一下，你能最后知道快点怎么跳出来的吗？林佳怡啊，我知道，我知道，别骂，别骂，我没骂，就这么跳，对吧？其实你可以就是用不，就你从这个这样跳过来，对吧？那中间这个怎么办呢？不，它可以这样，荡荡，就每次隔了一起，对，就过来了，对呀、啊。哎，太难了。不简单啊，真的，你仔细想一想嘛，对不对？你看是这样，好，继续。哎，好，是这样，来吧。真聪明，是幼儿园老师吗？对不起，我也觉得这样的发言很奇怪，换一个发言思路，我一定会战胜你。OK。哎呀，这个棋盘是大了点。是吧？风太大了，还是下屋子棋吧。来吧，下几把就上了。几把？再下几把呀、啊？几把？十把。十把就上多吧。五把。九把吧。好，九把来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干啥呢？在那？三，原谅你。
品。你们水瓶座都这样吗？怎么好的水瓶座能扯上我，坏的水瓶座也能扯上我？我想跟个水瓶座杠上了是吧？哦，不是啦，就是想问问你们水瓶座就是这样吗？我跟他不是一种水平。他不是二月的头吗？我是一月的尾巴。对，天上的。那如果有人惹你生气了，忘记给你打电话了，你会生气吗？忘记给我打电话了，我生气就是你答应那个人答应要给你回电话，但他没给你回，过了很久都没有想起来这件事。如果有十个人答应了，我就不会生这个人的气；如果只有这一个人答应了，我也只在等他的电话，我就会生他的气。但是可能很快就会好了。嗯。难呢，别说我们不接触，不在意这个。嗯，在意。好奇怪，莫名其妙变得很深刻。没事，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能聊前任的时候聊得非常深刻。什么东西啊？快五个了。张冉冉是你的保护色，这是张冉冉最后一点用处，你就这么利用我们水瓶座？张冉冉，如果你补档到了这个直播，虽然我知道你也把口袋删了，但是我希望你明白，我们两个都只差十六里的什么棋子。你这就我没想到你是这么想我的，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你先。先下楼在阳光底下一人吃个粽子，然后就开始下棋。你很难得能看到。以后老年活动中心应该能看到我们俩去。我老了才不想在这里画，我老了。我说的不是这里啊，是其他的老年活动中心。那我可能老了还是比较想在这里。好吧，至少还能穿着漂亮衣服当当当当阿姨。什么东西？哇，要是隔着两个能赢吗？赢了。那要不我们就这样隔着两个玩什么呢？
是不是你盈利学过盈利分呢？啊，但是应该是这样子，平了，一比一平了，现在就回到零状态了。那就是前面都不算，是不是？对，现在开始继续九局。深叹一口气，我以为你又四个了，是吗？
你这种微笑是怎么回事啊？好奇怪啊。没有，嗯，四个就四个了吧，没关系的。没有，我以为你不会下呢。难道我有其他三个的吗？你找到？我真的没有找到。谢谢。我白木啊，什么白木是什么？啊，白木就是。下吧。怎么突然情绪不高呢？有病。好吧。你要原谅一个冰疼的人吧。这个东西我也帮，我真的我也帮不了你。我无语了，怎么会？回去啊，那你就说你啊，多喝热水。什么？我可以给你烧热水，这是小鱼新教我的。他说你不要叫告诉别人喝热水，你要给谁教？你不是这个人设吗？李天一。不是，你不要告诉别人你多喝热水，你要直接主动给他烧完才行。他说要主动，他说你不能只能嘴上说。我现在学的一套一套，我现在可会。确实。小鱼教的好。对。以后再也不许有人骂我直男。谁骂过你直男啊？谁骂过你直男？小鱼。可能那是有一点点。强迫症，我先说，我下这里只是希望把它补齐。嗯，我明白了。可是你这很容易就啊，这样吗？这个可能就叫自慰自愈。神经病，我想喝多了。心不在焉了吗？真的这么痛吗？我刚刚做是屁股折半边做了。就是，哎呀，我觉得我最后要趴着完成我的那个，好痛苦。完成什么？你说的什么？论文啊，那个。哦。但是还有那个，年纪大了，还是要注意保护好身体。想什么呢？好奇怪啊！这太好逗了！他说你都没有籽了，我都没有看见，我跟你好奇怪、啊。如果籽是我屁股的形状，我就那要不结束吧？不行，有屎就要有猪，什么屎？是你那么疼？三比一了是吗？你没有，我没有一。不是，我说，我确实没有一。你笑，我又觉得你又赢了。不是你刚这么好笑，我真的以为你是崴着了或者哪里抽着了。我说怎么会这样？我再也不想经历这种从天上往下跳，结果屁股跳在了什么东西上面。啊，人类不想体验第二遍的痛苦。我经常非常承认观众记不住。开始你的表演。你水放的不要太明显了。海的女儿。既然这样，我也要开始放水了。谢谢你。你总算有这个意识了。你能不能我输的不至于这么丢人？嗯，说的对，说的对。怪不得你这样子，你这样子讨不到女孩子欢心。我终于有这个意识了。想打架，都死不活，就这样。你是想这样吗？不是，我刚刚看你是这样的。干嘛？帮你放水。你在羞辱我、嗯、啊！不是，帮我自己放水，我不太会放，第一次放，不太熟练。是想帮我？啊！
再来一把，不好好放，我放出风采，放出水平，放出态度，好不好？再来一把，来。水还能不会放？小鱼叫了你一趟，对，我说我，我说你不来，起不来。
然后他就用被子把我蒙住，他给我拍一张定妆照，他说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必须还是这个样子给我躺着。你就不是了，你变了。啊？你变了呀，我到过去了，改变姿势。你怎么知道？我然后我过去了呀。你也过来了吗？你不记得，你没印象，我把你从被子里面拉起来。啊？我真睡了，真不起。然后你又躺着就睡了。什么时候？你真没印象？绝对没有这件事情。有啊。肯定没有。我就。我从这儿到这儿都开始痛了，现在。不会。我过去叫你，因为他说你在这躺着，不是我以为你又生气，我才去。不是。我哎。我真的是、嗯、我真的会我真的你说了你说了人就是这么被你们造谣起来的什么又我生什么气呀、啊、好奇怪啊我为什么生气呀、啊、你刚刚不说我一个人把你在这睡觉我过去了你睡觉我没有生气啊我就醒过来发现怎么没人了你都在 对就怕你这种情绪然后我们过去的时候你就说不那别过来了我就不过去了我就看着哎呀好奇怪你这样让我然后我过去了然后你又不行我完全没有印象你过来真的没有印象他总觉得会生气好吗没总觉得你会生气你说过你没什么说过你最近脾气挺好的今天威胁我跟这个说我什么时候威胁你啊最近不想和我吵架真的不想跟你吵架我疫情期间大家很烦躁啊有什么好吵吵来吵去不就是那两件小事没必要老天爷不知道我今天有什么东西吵架那你今天说话说我说话说一段呢是不是说话说一段嗯啊什么说话说一半哎你跟他说一半你今天什么说话说一半了那不是你自己说剩下一半你不关心那我确实不关心那你说都说了那我又问你你又不说了不关心的话我就觉得说出来不过是浪费主人的时间罢了那我怎么知道是不是吴老师想跟我分享一些呢？如果吴老师想跟我分享的话，那就说了。对吧？吴佳怡，分享快乐怎么了？分享喜悦，分享八卦不好。对，上辈子一定是快乐星球的。我是冰柠檬还是莲蓉包？喜欢奶红包。那对不起，你得换个星球。过于下的太偏了，可能。咱们就是说，是不是得换一换方向？可能，我觉得我们俩可以改变方位。转过来一下。对，这样子。好了，我说，来吧，换位置。来吧，换位。相当严谨。鸡汤的味道。啊，现在没什么人下来吃饭了，因为大家都有那什么。那天番茄炒蛋那么大一锅，到最后竟然。谁做的番茄炒蛋？就是我昨天做的中午番茄炒蛋。那你怎么不叫我下来吃饭呢？对不对？24号，如果再做番茄炒蛋，我叫你啊。上面也可以番茄炒蛋。那是小鱼的，不是我的。谁要吃你？为什么要分得这么清楚呢？分清楚一点，会有错觉的。蹭到蹭，对视的错觉是同一个意思。说我吃什么？吃不下，我现在很想吐。为什么？我不知道。跟我下棋这么让你不难忍受？不是跟你下棋。不知道可能药吃的吧，我也不知道。我就现在很想喝水。
谁有了？我没有。不是，我说是有四个棋了吗？没有。那你笑什么？我就这个。哦。食堂不做是吗？不做是吗？
薯饼，我想吃薯饼，不知道为啥。土豆是肯定有的吧？现在土豆真的很好保存。不对呀、啊，新人奖我1500奖金，我请了他了，你1000的奖金，对啊，1000的奖金，可是我因为都被一奖我给他转200，可是我朋友都被扣了500，吃得好，所以等于我只有1000，你只有500，然后这情况下我请他花了600，那如果站到你们的群聊为什么还是变成了不知道是谁的一顿海底捞？那不是我改的，我每次打开那个群，我就有种在点我的感觉，那不是我改的，我不知道是谁，反正我觉得没有这个名字就算一个人。不过我也是吃海底捞，不吃海底捞行不行？可以，那去重庆吃个老瓜吧。那这也是个老瓜，去重庆吃。重庆这个事情都说了半年了。对，为什么呢？张冉冉没原谅你，不能去重庆是吧？真无语，真无语呀、啊，吴博涵。怎么了？好凶啊，姐姐！五个了，十五个了。哎呀，我不能下这儿，明天解封我。啊！我要不拿个垫子给。不，强者的人生不需要垫子。我是伟。你是？我刺激一下你，就会突然变得很厉害。刺激是因为你自己走神了，就这么明显，这么明显，这么明显，没看到。想着海底捞呢，吃啥？吃啥锅是吧？点啥菜？下午吃上次那顿粉。好馋，我馋。不算了，哪有算了？我跟你说。之前不是吵架了，没有，然后那个还在吃尿的味道，我真醉了，因为我们现在去吃海底捞调料，我看尿不知道该怎么调，这么好，下次写下来给我。我们家庄地太离谱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我觉得曝光可能。下次我们备忘录里头。好，备忘录不备忘录。那你看的还少吗？哎，我什么时候看过？你现在英语。我什么时候看过？你什么时候没看过？我正儿八经跟你说，我什么时候看过？你正儿八经的什么没看过？我正儿八经跟你说，每次都是吓唬你说我要看，我要看，我要看，我要看。那你不真看了吗？什么时候？除了开头你骂的那两句。我骂什么了？你骂我话记得。我什么时候骂你了？是骂吗？那个是事实吗？你骗我那件事情是事实吗？这是哪件事情？这是我说的是一件事情吗？你说的不是你骗我，然后我把它记下来，我还骗我什么什么事情？应该不是这件，你还有这件事？对啊，就是你骗我那次啊。我骗你哪什么？哇，有个狐狸，你发现什么？你骗我那个怎么？
很生气的事情，我把它记下来。不多说，不多说，不多说。什么呢？我真没印象，我只记得。那我骂你什么了？我不知道，我觉得从来没有骂你的哦。林佳怡，你自己跟我那天，我把你拉黑要去吃东西，然后你自己跟我说，啊？不会。那天你自己跟我说，每次生气吵架，然后觉得我哪里不好，你就会记在备忘录里面。因为然后平时不会想起来，在生气吵架的时候，只要看一眼备忘录，就会觉得哟，哎，果然还是糟糕。就是你知道，所有人在我这个然后我告诉你，我的备忘录随便看，没有任何一处是不好的吧？对，你那边都是记好的，我这都是记不好的。所以你说为什么？就是哎，其实真的是这样。我给你改了微信，为什么？我给你改了微信，你还要改回去？我换掉，完全换掉。微信置顶不是有人抄袭我吗？你所有人在我这里都是减分，有分减到没有之后，这人就那个。那岂不是等于时时刻刻都要给人减分？不是啊，就是时刻刻要衡量自己。那并没有，那我也太累了吧？没有，只是就是做什么能加分？不是啊，就是可能很多我难以接受的点，就算是减分。就比如说，我很难接受别人骗我，真的很难。我现在知道骗的是哪件事情。不多说吧，你跟我说，我那天跟你说过啊，就是你说我在这个，但其实我没有在这个。什么？你看，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给我推一下。你说我在这儿。但其实我在这儿，我说你在这儿，对你告诉我，哎，你在这儿，我怎么，我在这儿，是我在这儿，我，你说，林佳怡，反正你在这儿，我不会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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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实我明明是在这儿，然后我被我自己看见了，然后你还在跟我说我在这儿，真的很生气。那件事情不是因为太来无理取理，那件事情难道不是因为？你怎么可以把棋破了呢？我已经看到你已经有两次连成四星了。那不是因为本来你确实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因为你跟这个然后互动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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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频繁，我每次看到的都很生气，每次看到都很生气。本来我其实真的不想看下去，但是每次看到都很生气。然后每次点进去房间，然后我以为你房间看上去是白的，结果点进去全是黑的。因为看上去是白的，点进去全是黑的。我说既然如此，你要这个白的房间有什么意义？我也不知道去哪个房间找到你，反正你微信置顶，微信屏点进去还是你自己，不会变成黑的。那你可以直接跟我说。但是你又要跟我说啊，你明明在这里，那然后当着我的面说你就是在这里啊什么什么，但其实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明明就是这。对，你在这里，但是我还是看到了，因为这个东西我还是点进去了。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呢？你直接说没有就好了。因为我就是点进去。就是你还要去重复，当然因为你什么什么，所以我肯定绝对什么什么。对，觉得没有。对，因为你他刚刚把你从这里换下来，然后我还是点进去看了。那你为什么要当着我的面说？因为你问了，你说你为什么能看到？我说你怎么知道啊？我总不好意思说，我都把你从这撤下来，我还是得。那你直接说，因为进去看了就好了。那你为什么说因为你是，所以我看了？因为我也不是神经病。啊哈！我也不是神经病进去看的，我脑子里也没有我直接点进去。那你直接说对吧？那你还要跟我先重复一个前提，是因为这个。如果这把我赢了，你就承认我没骗过你。
骗了，你现在要我承认我你没有骗我。孔明明骗了。没有人这样子啊，承认自己骗过人很难吗？我不承认这种。可是这明明就是，你又觉得他不是，你觉得他不是什么大事。好了，我赢了。承认。不对，不是承认。我骗不承认。你把这件事从备忘，你删一条备忘录里面写，我记我不好。只有一个这个。你下面还记了别的？没有别的。只有这一个。你说你记了很多。没有。你说你记了很多。只有这一个。你记我的不好，只记了这么一条。我只记了这一条。是我的不好，别的不好没记过。别的没有，别的都是好的东西，你自己翻嘛。我不是说让你看啊。我也不是说你看啊。我没看啊，我说了，我从来不看人手机，我是一个正人君子，我不干这种没素质。什么意思，正人君子？我们走正道。又来了。我只有那一条，因为瑞士君比飞天翼龙高贵是吗？别，哎，别这样。你可这可不行，这样说。那你说什么走正道？不是啊，我没有看别人手机习惯。我有这个习惯了，意思是？不是啊，哎呀，佳琪到底什么意思？我不理解。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真的只写了这一条，因为这条不就是上次吵架的关键？你自己在台上跟我说说，每次吵架写到我的不好，都会记下来，有很多很多不好。但是有好的东西之后，我就把它删掉了。就是，然后你说不会删掉，你当时跟我说的是下一次吵，下一次吵架的时候再一看，还是很生气。平时不会觉得有什么，就是抵消不了的事情会一直放在那里啊。抵消得了的事情就全部删掉了，你自己翻吧，现在就这一条，我就给你截下来吧。哎，等等，现在就这一条啊？因为这事情真的很，我很难接受别人骗我，我真的很讨厌别人骗我，我真的很讨厌别人骗我，很讨厌别人骗我，很讨厌别人骗。行，那我骗过你还不止一件事。我知道。什么东西？哇！你又知道什么了？这把如果我一个你告诉我，你又自以为我骗你的是什么事情？那你骗什么？你说嘛。计较的太多，就活得不开心了，宝贝。也没开心过，世界毁灭吧。我这把如果赢，就要告诉我实话。这么不想说实话？为什么要讲的这么清楚呢？是吧？对啊，我都不在。你没在吗？我都不在。天哪，为什么？
那个群不是我创的，我也是能发信息。就要这个，如果我赢了，我就去领。还没有你 QQ 好友呢，要不你赢我加你 QQ 好友。哎，不不，就一步到位 ，QQ 置顶，加好友，加置顶。OK。是不是人已经不用 QQ 了？你不是打王者还用 QQ 吗？可是王者登进去之后就那个。不是，先加吧，免得哪天对吧？多加几个，你删起来总会有一个是漏掉的，你拉黑起来总有一个是漏掉的。你这么说很奇怪，都喊我经常拉黑人一样的。我这辈子没有拉黑过你一次，任何一次都没有。这辈子才到22年，你就说你没有。因为我这辈子22年以来也没有拉黑过前面的任何人，真的从来没有。所以我觉得我也不可能拉黑你。但是这辈子才刚刚开始，你就已经拉黑了我6、7、8次。哪里？明明才两次。才两次吗？我记得可清楚了，两次。一次是那天海底捞结束了，你跟我说一些有没的东西，然后我说吴博涵太生气了，我还是把你拉黑吧。我说好。我说不行，我觉得必须得是你把你拉黑，然后你就冲过来，然后把你自己解开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那天你又给我发了一些乱七八糟，你所谓的那个系统推送的那些，系统推送对，系统就是输入法推送的。在过年之前已经拉黑过我3次了。过年之前哪有拉黑你啊？过年之前，上半年，那么去年下半年你拉黑过我3次了。那肯定都是开玩笑拉黑。对，就是开玩笑拉黑、就是，那也算拉黑。就是真实的。开玩笑的拉黑也算拉黑，你以为开玩笑拉黑不算拉黑了吗？你一天到晚发现有的没的，我发什么有的没的啊？你自己发，你又嫌我不回消息，又嫌我不给你发消息，又说不找你，然后你又嫌我，你发给你发给你发有的没的拉黑我，哎，消息不回不止我一个人说了吧？你又嫌我只在你需要的时候找你，然后你又嫌我平时给你发有的没的，啊、你自己不是也这么说的吗？吴涵，你确定要在这里唠这个是不是？唠哪个？就是因为我给你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对等的友情，所以林佳怡同样的才回报了我一些更多的友情而已。只要任何一个人在对他有更多的友情和付出更多的时间，他一样会去对别人好。这个忙，我真的会忙。我真的体感到今年之前体感真是这样子的，体感真是这样。你是因为不熟吗？我和你不熟。确实不熟啊！我和你到今年过年为止，我都是这么觉得的。到今年过年为止，因为只要周围有其他人更靠近你，然后可是我们是一起的，天天去找你，靠近又不是一起的，关系也变更好，是吗？靠近不是一起的，现在在做什么吗？五一那个插高夜还放什么东西？我现在这种话，插高夜城里都不可能放的。哪里有？我们不是一起的吗？大家都是一起的呀。但是你跟我说过，我跟你一共做朋友，是因为首先我有一次我明确我很认真的问过你，我说林佳怡你要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我不跟你我不主动，我没有做朋友？你说什么？你告诉我。我说是啊，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大家别人主动我才会主动。你这辈子不会为任何人主动？不会啊。你不会主动选择任何人？不会。你看我到现在不是被你选择的，对吧？就是是因为我主动选择了你，然后才会有后面的东西。如果没什么选择，根本就不可能。不是对你来说，你主观意愿上想要选择的重要的，对吧？是基于这句话，所以我当时那么觉得。可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那真的，我问你那句话的时候，已经离最开始过去很久了，过了3个月了。从11月到1月那你说，其实在日照的时候也不熟啊，熟吗？不熟啊，对吧？在你的记忆里面，我从11月之前都是空白的，感觉。全是空白的，就只是我跟你说4月出道的时候的 MC 上我说过什么话，你也都完全没有印象，对不对？我现在知道了。你现在知道，就是你前面拍档排练的时候跟我说的时候我才知道。所以说我4月到10月的你们都是空白的。空白的，我连你的舞台回放我都会去看。真的，就是我是一个，因为我是一个，接下去一边下一边说吧。我是一个周边有了一个人之后，你就不会再不是一个人，就是固定。你当时哭出来找我的时候是这么跟我说的，就是固定会有一个最好的人，一直会有一个最好的人。但是最好的人会迭代。你说的好像怎么前面因为他连续2个月所以升堂了？我真是醉了，叠什么代啊？每月一次总决选吗？林佳怡身边最好的朋友是谁？是吴亦凡。爱你了，不是每月一次，是每换宿舍一次。那也没有。我当时邀请过你，让你选择林佳伟啊。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为什么选择林佳伟吗？对，因为那时候有室友啊。然后我跟你说我
但是我可以跟姐姐说我要换室友。可是那时候比起，对，比起你来说，于佳伟更熟一些，对吗？没关系，你说的每句话都在所指，职业之前我在你眼里真的是真的是不是不存在。吴老师还是存在的，但一直都只是吴老师的状态。你再提吴老师三个字，我跟你讲，今天这个棋我们就下不完了，真的。我明着说嘛，就是一开始你在我，你刚一直在暗说吗？我真的是对了，我说不过你，好烦啊、什么呀？你我真的说不过你，救命啊！你说嘛，我闭嘴。就是这样子啊，你那个时候就是训练的时候，你也有跟很多更好的朋友，很多。就是你们那一圈，那一圈子，哇，我们三楼简直就是被排在外面的，好吗？那个时候是那样的感觉。二楼和三楼是分开。二楼不闹矛盾的时候，永远找不到三楼的，永远不会来三楼找。二楼闹矛盾了，我也永远没法没有。因为你不在了。训练的时候，你更多是在学校。他们去剧本杀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第一次叫我。我连知道都不知道。他们去宜家的时候，你知道吗？叫我没去。我连知道都不知道。甚至有剩下的其他什么群我都不知道。你不说张冉吗？就我们俩就像世外桃源一样，我们俩就三楼。所以说你知道吧，十五期最开始你们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完全不知道。我们俩在三楼，你们就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在重庆完全不。对啊，就是完全分开。然后你看你又不在二楼那个圈子里，又不在我跟三楼。你知道我跟张冉三楼那个房间最开始是你和张月明还有城市与三个人住。我知道，我来的时候是这样的。然后那天我跟张一鸣先到了，然后让你俩就去下面住了。对，对啊，所以有些东西都是自己经手造成的嘛。什么？如果意思是我住在，意思是如果我按照原来的安排住在三楼，会怎么样？你可能世外桃源的就是你们俩了。啊，没有，开玩笑。是你了吗？应该是。你掰扯这个是为什么来着？我忘记了。为什么空白这件事情？哎，等等，那这跟出道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是那什么呀？你觉得我们刚分到长队之后，我们熟吗？我们俩熟吗？我教你，你教我一万个不入，我们也不熟哎。到凌晨四点不熟。什么？哪个不熟？我们俩到总选那天都不熟，你记得吗？你觉得我们俩到总选那天？我觉得我们俩到总选那天都不算熟的，真的。你觉得我们俩到总选那天都不算熟的？我们俩到同学那天算熟吗？你觉得不算那就不算。这是什么话？你这是什么话？因为你都说不算了，如果我现在说算，那不就很奇怪啊？就是可能在你的鉴定里面算熟，但是在我的这个鉴定里面就是不熟。那我们俩鉴定差太多了，你就按你这个算，该你了。到底什么？到你了。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在我这里。看到的手机，一个但是有件事情我总选之前跟你说的，什么事情总选之前跟我说的？我非常非常崩溃的一件事情是我总选之前跟你说的，对，其他人我都没说。所以你跟我说了之后，我也什么都没有说。不，我的点在于，我知道我没有告诉你。对，不，我的点在于你只跟我说了，说明你那时候觉得你跟我已经熟了。对啊。但是在我这里看来，我只是你的一个倾诉对象而已，所以我就选择了接受你，就是你说这件事情很崩溃这件事情。你只把自己当个动物，只怕树洞。对啊。你没发现我没有表任何的态度吗？我什么都没有说。我只是很安静的听你讲完了所有事情，然后跟我 说你别生气，别难过。公演优先，对，先先跳公演。就像那时候他们跟我说什么的时候，我也没有相信啊，一样的。就所谓的相处是两个人的嘛，你外面听过来的，又不是你们俩之间相处的事情。你管外面说什么，谁对谁都会有不一样的。这是你的一个魅力点的所在。哦，这样的吗？你就是因为这个？那倒也不是因为这个。那倒也不是因为这个啊，菩萨。什么菩萨啊？好奇怪。怎么了，菩萨？连普度众生却不敢认吗？我但凡能普度一下我自己，我也不用活在这个。
那就是因为做起来很难，然后就是因为能服务任何人，服务不了自己，所以说菩萨才很稀有。还继续啊？为什么不继续？还继续啊？为什么继续？要喝点鸡汤吗？这连输的人都要输，你才输了两把。有什么时间点吗？你可以稍微说一下吗？有什么时间点吗？你稍微说一下。
开学了，不一样的时候。该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忙我。哎，我就说，就是像现在一样，就现在跟小学一等课，你说你，非常的毫无包袱的时候，算出来了，不知道你还有包袱。绕的时候你觉得熟吗？你今天睡在客厅，刚才我一有欺负你是？我睡客厅是因为他们有很多老师，我万一在那看书看电影，我不想打扰你们俩。我跟一秒，我跟一秒就觉得我们俩一欺负你是？是呀，我不是也说了吗？我睡那是因为要看书看电九局，哎！
演了咱俩的棋盘呗，旁边人男生的。三角函数看腻了，给他看看名字游戏。咱俩在旁边棋盘上，窗边前面放个小桌子，让咱俩看下去。下路八年，走起舞台上，我们俩在下棋。真奇怪，他们在前面吃很多，我们俩在下棋。今天最终奖品新增的新增是42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3例，均在二级。新增确诊病例焦躁没有了，因为隔离期间奇怪呀、啊、发现或对重点人群太焦躁，我这么平静。昨天辽宁省无新增新冠病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6例，其中沈阳市报告2例，大连市报告3例，安徽市报告1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通报，昨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含新疆生产证兵团无新增确诊病例，兵团第五师双河市新增无症状感染者一例。放水是吧？昨天哈尔滨省报告无症状新增确诊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例，其中合肥市蜀山区一例，宿州市4例，阜阳市昌县3例，淮南市田家坪1例。福州市非常市2例，六安市霍邱县1例，玉山区市3例，宁波市黑龙江2例，信阳县1例。既然看新冠疫情防控的最新消息，上海市卫生委新闻通报，昨天新增本土新冠病毒确诊病例2034例，无症状感染者15861例，其中459例确诊病例有明显无症状感染者小区。1976例确诊病例，其中2619例无症状感染者在维吾尔共同发现，其余在新疆境内排查发现。此外，昨天上海市我哪来的水？确诊病例已经出院，1173例，解除你第一天认识这个的我，第一天认识会放水吗？四例。第一天认识就是叫他给任何人放水，哎，安心，很安叫出去。是我已经现在混了，那你能进去一点吗？不是的，你在你认定的事情上不管不是我当时认定了机会要复读的，你一个 solo 舞台，我一个 solo 舞台是复读的，然后最后你说啊你想昨天还是防疫的来着，我先不在场。你自己那时候你那个想法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人就这种想法？我对我的想法是广为意见，这想法就很奇怪啊，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想法，不管不考虑我最近听你的呀，那不是因为我愤怒的出门之后你才跑回去跟我说，确实我觉得你说的挺对，你所以你觉得我是为什么这么觉得的？不是因为我愤怒的回来，我知道我在哪跟你唠也唠不出一个结论，不管跟你说多久，你还是会一直跟我强调一人一半，一人一半，一人一半，所以我选择离开。你就这么看待我？因为你确实是这样，你会一直跟我强调。观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上午9点，欢迎走进这一期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我们来关注博鳌亮洲论坛的消息。博鳌亮洲论坛2020年年会4月20号，不行，我请这样子，因为我当时。你过来我不会去问他这个事情，你有时候我不告诉你，你也不会告诉我，我也没有说过你没过来找我投屏，是啊，你有没有告诉我的话，如果你不过来安慰我，然后你又不来跟你帮我翻箱子翻箱子，我根本就是有在后来举行的年会，所以如果当时的情况真的不大清楚，我不去问你，那你为什么不选择出去？就是我自己知道我是机会去问的，所以我才是有这个机会去问的。这个的领导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也都会应邀你出席年会。那么在昨天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就是因为我一直保持着本来是谁的就该是谁的态度，所以我2020年会今年呢主要是着眼于是对本来是谁的就该是谁的三大问题。那第一个他一直给我主要。本来该是我的，他如果一开始没到我这儿，那我也是这样子的。如果他本来就不该是我的，就算他最后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在我头上，如果他本来是不该是我的，既然被人三个方面的塞给我，那我不要也罢。
树该入他的城门，是因为你爆发了很强的地位，你是个无能之人的账号。很巧，那他为什么要比你把自己认定为那个人，而不是我认为的那个暴风该是你？因为都是采取的是线上线下，不是正好落在我头上，我也不会帮你发消息。那虽然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但是我们还注意到，落在我头上。打个比方是一流，一流还是我报的吧，但是他就看到了。然后你知道这个产品结束之后，后来你在下，但是我不会帮你找，马上要进行的这些，那没办法了。这个事情你这个人，你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你就是会因为是你，所以你发消息，那就得承受啊。你得考虑考虑，因为如果是别人的话，我没有办法帮任何人做决定。但是在今天就会上显示新的看点。但如果是我的话，我们这次我做的挺好的，是因为什么？不要这样。开始了，不大好说吧？说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从提升职业教育认可度，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完善职业教育网络建设措施等方面，立法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将于明年1号起施行。那新职业教育法有什么样的亮点？将会给职业教育带来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教育意义，明确了职业学校学生在帮到我，不能因为你自己觉得那并不算很帮助，然后不受到的帮助，并不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就是施予帮助的人，所以他还是举手而会，所以他并不是有什么机关，但是得到帮助的人不能因此就是觉得啊没关系，对他来说是小的。是低层次教育的这种社会经济。近年来，多种政策的探路，职业教育普通专科的天花板已被打破。2019年，职业教育本科层次教育开始试点，目前已有32所本科职业院校。按照国家部署，将推动一批高水平的高职院校办本科教育。到2025年，本科职业教育的规模将不低于10%，以技能加理论的职教高考将成为职业本科学校招生的渠道。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将职校学生在生活上的平等权利政策层面上升到了法律层面，明确规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补充，不同层次职业教育有效贯通。什么？高等职业学校和实施职业教育的普通招考学校，应当在招生计划中确定相应比例，或者采取单独考试办法，专门招收职业学校毕业生。职业教育学生升学权利有法律约束，但是在最重要的出口就业上有了保障。上了职业学校，尤其是上了本科学校，手机里面所有写的我不好的东西全部都删掉，只剩那一条吗？这要不要把标题结束了？职业教育法是如何保障的？新制定的职业教育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创造公平就业环境，用人单位不得设置妨碍职业学校业务的这种就业、工作竞争的报考、录用、聘用条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招聘技术技能岗位人员时，应当明确技术技能要求，将技术技能水平作为录用聘用的重要条件。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有职业技能等级要求的岗位，可以适当降低学历要求。此外，还明确规定，国家采取措施提高技术技能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刘总，不要因为自己明确心理上这个自由，你真是太脸谎眼。普通教育培养出的其他人才，他的社会待遇和他的职业发展空间是完全一样的。细化畅通职业技能人才，目前去年人社部专门出台的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推动企业建立具有合格技能人才特点的工资分配制度。印发的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将高技能人才大量的从事职接入户范围。关于职业院校毕业生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关所有的，你以为我为我好，明确职业院校毕业生参加，我讨厌，我以为房间里面，我以为这个房间是白色的，点进去全是黑的，我讨厌每次点进去它是服务员是白色的，点进去全是黑色的，白色的，点进去全是黑色的，我想既然这样我是挺白的，有什么原来我直接是挺黑的吗？既然这样子它白的里面也没有白色，说你自己怎么黑的里面有白色？但是
这里面没有白色，我根本就是有白色的，白色的，我根本就不会去看的。我现在叫出白的，你下去吧。梅子，你这不就是养鱼了？养几只鱼了吗？你这不就是池子里面没有鱼？昨天财政部发布2022年一季度财政申报，但是像微信啊，微信就还在提供，你告诉我你的微信账是白的，什么时候是白的取关。哇，哎，这个最开始其实我都没有全国用户转账六万两千七百七十七亿元，同比增长根据俄罗斯从莫斯科时间20号的下午2点，也就是对我
来说的话，在我进来第一天开始就这样，我进来第一天就是这样，我进来第一天就是这样，我进来第一天的时候是这样，由于不完成，第一天就是这样，因为我跟张冉这样，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了这样子。慢慢的，大家都在一起，然后就变成了这样。退团了吗？退团了吗？退团了吗？退团了，这么大的网也死了。你还有几个发枪？没有发枪了。还可以再上交一些。然后在我的认知里面，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然后现在变成了这样。19号遭到我们的军工厂几乎完全被摧毁，一些人被埋在废墟下。20号，驻扎在亚速钢铁厂的乌克兰第五舰队第36旅指挥官沃林斯基在被炸毁。好了，结束，睡觉，我要吃饭。有超过100名士兵受伤，本来只管一座，预计很快会被全歼。大部队国际守卫尽快通过外交手段打开巴黎乌克尔地区的秘密生产通道。在路上及当地的平民其他组织第三方。而据乌克兰媒体20号报道，沃林斯基还提出了另一个方案，那就是组织一支装备齐全的尖刀部队，利用空中和地面炮火的掩护，撕开俄军的防线，与亚速钢铁厂官方军事力量配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各国报道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切尔时称，根据他掌握的数据，马里乌波尔地区约有12万的乌克兰居民，而且俄军基地500万是集中地。他也提出两个解决方案，内容与布林斯基提出的两个方案基本相同。拜拜，我吃饭去了。我也没想到，好，离开了，拜拜。拜拜。拜拜。